咱们前三名的公布了，前三名会是谁呢？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三名的获得者，请看大屏幕。你说年轻的网红太浮躁，我说我的努力你未必全部看到，追求自己的想要，赞扬或者质疑不用在意。我是主播，我是歌手，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刚好遇见你。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，娱乐盛典，我是冯提莫。不想分离，Wow, congratulations to Timo, 恭喜 Timo, 有请你上台领奖。让我们粉丝们用 Timo 的口号迎接他上台好不好？天南地北。哇，连这个 slogan 都学会了，你也是 Timo 的粉丝吗？天王盖地虎， Timo 一米五。太棒了。那当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哦， Timo 待一会儿呢在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曲表演，是的，所以各位千万千万不要走开，我们一起来期待 Timo 待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听的歌呢？好的， Timo 拿起了自己的奖杯。好， Timo 小心台阶，来到我们这边话筒前，来跟我们的粉丝分享两句吧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冯提莫。你好，然后呢，站在这里我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激动，然后还有一些感慨，因为我也算是斗鱼一路成长过来算是比较老牌的主播了吧，因为也快直播快三年了，三年多了。然后呢，我是觉得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，我跟斗鱼都经历过不同的高低曲折，但是相同的是我们都在越变越好，都在一起进步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感谢斗鱼，是斗鱼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土壤，还有就是感谢一路支持着我陪伴着我的粉丝还有水友观众们，因为是他们的支持和陪伴，然后才督促我的前进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谢谢 Timo， 我也爱你。好，谢谢。2018年来了嘛，然后呢在这一年呢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直播，然后呢用更好的直播和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，然后我们一起努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粉丝，也谢谢 Timo 请台下先稍事休息一下。谢谢美丽又有礼貌的 Timo。 那这已经是我们前三甲的一个归属了，也是越来越值得期待了。